Let me grow.
赶海啊。你没有看那我去赶海的视频吗？我当时从那个，因为我是第一次去赶海，然后经验不足，不太足，但是那个体验我是觉得蛮特别的。而且我从那个赶海的地方出来的时候，就发现对面的有一家咖啡馆的老板，他有一个小的咖啡店的一个大屏，然后他那个时候就我刚好出去的时候，他就正在播和你一样的那个一个现场，所以我就发现哇，宁波的观众好热情啊！我不知道他今天有没有来看演唱会，但是就算看了另外一场演唱会吧，因为他当时播放的也是我另外一场演唱会的现场，特别的开心。然后呢，这一次呢。